我这个受伤的老年人呢、啊。这个奔的有点厉害啊，直线爬墙，很厉害，屌屌的。你被感知，我身上没啥东西。哇，你们身上谁有药片？先给我两个被子。我有，我有，我有。这是什么僵尸？给我再还给我点。哦，看看看这僵尸。来，哥哥的拿。啊，拿。夜魔 吗？这是夜魔啊。穿越了吗？这不是尸王吗？尸王。对啊。这尸王长这个样吗？对啊。对啊，尸王就长这样啊。白色光头呀、啊。对啊，白色青色的光头。啊，青色啊、哦，行吧。你这是跑圈吗？这是。有点麻烦呀、啊，有点麻烦呀、啊。有尸王的，尸王不解决掉的话，就不听刷僵尸的。对，我建议你们谁接一下任务，这边这个任务正好是加特，那个什么，加什么的？刀好烦啊，打不到。哎，多少血啊？尸王好厚的，就算是霰弹枪爆头都要打好几枪的。嗯。注意一下周围有没有蜘蛛侠。后面。哪里？我来吧，我来吧。蜜蜂，我来。没来啊，还没过来。蜜蜂隔的还是有点远的。算了，这个蜜蜂离得真的挺远的，无所谓的。我心里把这段录下来，是吧？好、啊，已经开启了，一直在录啊。哦，在转呢。哎，熊，熊来了。哎，好熊还是坏熊啊？丧尸熊。棕色的还是黑色的？黑色的啊，那黑色的呀。我们的敌人。他们自己在哪里拍死的？说的好像是会是我们的友。哇，这熊有点厉害，想上来。说完之后还没死啊？对啊，这个僵尸就是尸王僵尸是超级肉的，尤其是在夜晚是有加成的。打屁股，别走！怪不得来那么多大一波僵尸。哦，那只燃烧的 Spiderman 交给我，让我打。啊，没子弹。这样我才可以那啥。哦，终于死了。哎呦，尸王倒了。没死，没死，没死。打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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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倍伤害。只是刚才把他打倒了而已。我这跑得更快了，我去。哦，原来这个熊长这样子。他会不会通过熊垫上来？背后那个蜜蜂飞的，有点近。比较近。又回去了。没到呢。哇、哦，这屁股好敦实啊！哎，尸王进去了。熊有多少血？蜜蜂打不到吗？哦，掉来了。他们进来了，我们不就打不到他们了吗？对啊，我不管他们。蜜蜂打掉了。都进去了吗？进去了，进去了。熊也好像凑进去了。没有没有，熊我们早上还是准备跑吧。熊比较麻烦，主要是。熊现在应该留，应该你现在应该留给熊的。哦，熊进去了，哎、熊也进去了，熊整个都进去了。行吧行吧行吧，待着吧。听到这么恶心。哎呀！啊，这两个在跳舞。就这么突然之间，一只狗引发了这么多。我准备把这块敲开，做个射击口。你敲吧，我来帮忙。哎，我敲挺快。小心别掉下去。你们还敲开一块啊？感觉敲开没有用啊，这下面是啥呀？加成呐、啊！你敲开一个是个房间吧？啊，我能敲得到的。还需要一个顶。一群人。吊顶哦，这么高端。看到吗？哦，能看到了。看不到僵尸。你看到个毛线？外面又刷僵尸。哎，尸王跑出去了。哎，还是另外一只。不会是另外一只吧？没事，到白天吃到白天就好了。
好他们打不到我。争取爆他的头，然后把他打倒。好了，哎呦，这是干嘛？在干嘛？在干嘛？两把手枪都没子弹了，真是太好了。可以扔掉了。对啊。倒啊！倒啊！倒了我就掏枪。狮王比较容易出马格南的好的零件。狮王说：“这是倒地的。哦”哇，这屁股好性感。这是死了，但是。就是天亮之前，希望能去捡到。嗯，好想捡。那熊在下面。啊，这都是尸体。你下去上不来了，不要下。他那个最下面一个梯子已经没有。倒不是问题。给他敲一下。到时候得有人负责吸引。哎呦，这个。26分钟，这个任务真的是还不如算了吧。你留真的接了。杀一只，Spiderman， 杀一只尖叫僵尸，杀一只感染的 policeman， 警察僵尸，还要杀一只蜘蛛僵尸，呵呵。那边还有好多僵尸啊，在跑圈。没事，还有一分钟。我什么都没穿，怎么这么热？就是、有毒啊！这个、城市里面就是热。我靠，远处还有僵尸在游荡。对的。熊去哪了？没看到啊。屋里吧，熊不会发声的。在我们正下方吧，估计。不管他们吧。粉粉，你身上有那个，你能做个那个吗？什么？我这有铸铁。我有铸铁啊！你让我做什么？弩。弩啊！啊。那、啊、正好做了吧？那丢给你。好。花小丢下面。又拉莫一家。好，看到了，看到，谢谢。你怎么又来一只呢？哦，从里面跑出来了。我的弩也快坏了，我怕一会儿直接坏掉，我先打把备用。哎呀，安生了！我差点掉下去了，差点掉下去，看着狮王的尸体，差点从洞里掉下去了，怎么又怕它消失？啊，一定要选这个洞，现在就比较怕它要消失。哎，没声了。嗯，安全的，我也没发现，但还有只熊没死。哎，熊怎么上这儿了？哪儿呢？啊、熊出去了，在这边。哦，那就不管他了。嗯，好吧，不管他不行。哎，略卡，一卡一卡。在这里吸引住，然后谁下去捡东西？在哪边啊？在左边，那边啊，在右边。只要吸引住他就行。他卡墙上了。哎，我有点小心，上去啊！别下去！他怎么过来？他过来了！小心，鸽子小心，他过来了。啊？哎，他又绕回去了。天亮了。啊？为什么我一卡一卡的？你们卡？我也一卡一卡的。嗯，我也卡，好卡。哎，一卡一卡的，哎。那是游戏里面卡哦。我、哦、卡了。没有啊？对。你们都卡了吗？哦、嗯。我好像没有什么问题，我估计是网速吧。哦，有可能是网速。好了好了，拿完了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正常正常正常。是狮王的尸体我捡了。哦，那熊呢？什么东西？不知道，下边。刚才我看他跑屋里去了，准备跑吧，我觉得。嗯，我准备拿上咖啡。从这边走吧。往哪边走？直接跳下去啊？对啊。我会骨折吗？找一个有坡的地方跳呀。没有坡呀、啊哎、跳到车啊，那边、哎、那边可以跳吗？这边可以跳吗？啊，这里高一点。哇，好多僵尸过来，有蜘蛛，两只，后面还有一只蜘蛛僵尸。先干僵尸吧。
害怕。哎、这你看到？我那只蜘蛛僵尸，两只。我的！啊，死了，果然。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后面还有一只。专业技术。哇，打到他后腿，哎呦，有点。哦，熊在这儿。又进屋了啊！屁股，屁股。哦，卡。屁股。可以射到他的屁股。对对对。他这个一顿一顿的，好难受啊。尖叫僵尸吗？什么声音？嗯。卡卡卡卡。哇！他爆腿了、哎。他怎么跟婴儿一样呢？他怎么开始转圈了？我头很乱了。在干什么？打后脑勺。打后脑勺，好死了。啊！哇！走吧。好。还有现在的东西可以下去打了，那个无所谓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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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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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撤撤撤撤撤。完全都不会害怕。里面还讲什么？熊身上能爆出什么呀？我要切一下试试。就一样的皮革，还是肉吧？皮革，然后是腐肉，烂肉。哦，里面还有一只僵尸。出不来了，过来啊！哇，这里边的食物箱都快烂了。哇、哦，一个转身假摔，旋转假摔呢？僵尸没东西。好，走吧，下一家店。下一家，不是去对面吗？哦，对，哥哥，我要给你做个那个。哦，这军肥，军肥。哪儿呢？哪儿呢？哪？这儿。我这个位置看到没？哦、看到了，看到。看到了。哎，我靠！但是我得杀他呀，我感觉。你杀不杀到看你运气了。行，哎呀，杀死了。那并不是你的。嗯一把完好的霰弹枪。来，哥哥，看，给你个那个，你不要扳手吗？扳手，哎，现在这进去看看吗？没格子了，主要是。停车场其实挺不错的，没格子。我去，2000多。敲墙好不好呀？敲墙，敲墙，敲墙。这个你敲的那个铁栅栏耐久应该就2000多。墙只有1000多啊！你们不要一块开这个，要死了！你们为什么？啊、好好亮啊！哎呀，这有两个书柜，我很想拿一下。有换？哎，不换那个稿子，两个人敲的话就无所谓了。没东西啊，这堆把这有个保险柜敲掉。看到润滑油，玻璃瓶太多了，扔掉一点。玻璃瓶扔了，不要了那么多。学了，太占格子了。没什么东西，没什么东西。现在拆也拆不了，身上没地儿，主要是要拆这个像车的话，就完全腾空了自己来找这儿拆。我这边停车场可以标记一下。回头就来这边拆车，拆零件什么的时候可以来。这个城市还是挺大的，可以看看有什么比较完整的房子再去搜一下吧。完整的旁边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店，没搜 啊，旁边还有个店。走。我们昨天没搜这个吧？应该。哪个？这个就我现在在水果，这叫什么店来着？工具店吧。这个是啊，对，工具店。鞭尸吗？这个。我找到这么多钢筋框架，有用吗？钢筋框架放着呗，做混凝土的嘛，不浇灌的用的吗？用肯定是有用的。又是搬蓝莓种子要吗？你这个要问粉要不要？蓝莓种子要吗？粉。蓝莓种子家里有吗？7.62毫米的子弹，你们谁身上带着？拿掉。我要，在哪儿？那这个文件柜里面。文件柜屋里边了吗？这对，屋里啊，那行，一会儿就看正门口。
根线纳西。嗯，你捡一下这边吧，我没地儿了。哦，大铁锤有用吗？啊，没有什么用。金属门两个，羊角锤还是大铁锤？哎呦，紫色的篮子，什么鬼？拿着呗，你有捡一个篮子车用的，摩托车用。好，电锯的那个锁链，那凑齐了。这个马达加电锯锁链加那个材料应该齐了。哦，我拿一下吧，看你好像拿不下了。好，游标卡尺，太好了。嗯，你们捡吧，我没地儿了。没有，我刚捡了一个篮子去哪？我来敲这个。我就负责搜了，我现在没地儿了，我身上东西全满了。啊，又是摩托车羊角锤，你自己拿吧。摩托车羊角锤的图纸，我去拿那个羊角锤，我可以学一下。糖果罐。好，差不多，这里边东西应该捡的差不多了。嗯，又是绷带。为什么是又呢？又是药片。为什么要说又呢？那是知道，好多呀。这样的话，大型的这种防线不好说，说不定那边还有，要再往前走。哎，继续再往前走吧。就这种塌楼我们就不看了呗。嗯，租床代币有用，没地儿了。代币是分页成铜。塌楼的话，除非说在就是在外边就直接看到枪柜，还可以考虑进去看一下。子弹壳就没什么可捡的了，最多开开枪柜，这个是我们唯一可以干的了。找继续，温度又上升了。文件柜，没东西。哎，没东西。好，连个书架都没有。没有，哎有。啊，书架吗？有，这里有个枪柜，太远了。哦，在那儿看到了，白色运动衫。哦，咋了？哎，何必呢？没什么用。2500。慢慢的砸。一把，直接是一把完好的枪，完好的那个什么枪，鸟具。让我翻翻铁头盔图纸，你们有没有？没学过。好。啊，只学过护腿来着。霰弹枪零件要吗？霰弹枪零件什么品质的？关键是。白的。啥颜色？没有其他颜色。啊，这个下面是这个。就普通的那种颜色啊，楼上有个保险柜。什么叫最普通的颜色？来就是这个土黄啊，这个应该叫什么色？看不清楚，这什么是灰？200多？咖啡色啊，90几？100多？90几？九十几没什么用，九十几不灰色的吗？啊，那个就没有用，没有用，直接分解就不捡。绿色以上的就分解掉，可以看看。绿色以上可以叫分解。好热，脱。嗯，你们往哪儿走了？看一下，有那个回头路。哎，为什么你们回去了？我靠！你找到一个枪柜，给军肥。有枪托，味增罐头。分解 ，Mark 七，打不中你了还？喂，粉粉你在哪？我下楼了，在这呢。我不知道这是哪，没关系，我来找你，不要动。我在你背后啊！背后。
我在你背后啊！你还是那种小人大，不是我，这个是我。啊！哦，跟的是默默打啊！好、哦，这个，吓我一跳！哎、东西，啥玩意儿？身上买了，捡不下、啊。铁头盔的图纸。身上满了，捡不下。那捡不捡哈？捡。拼了老命也要捡呐、啊！我学了铁护手、铁头盔、铁护腿。螺旋刀片，哎，正好。前车灯要吗？前车灯要。哎，热的说不出话来。胶水也要，我水都要扔掉一点。吃不完的水啊，扔掉14瓶。哇，温度还在涨。对啊，持续增高中。哦，别涨了行吗？好热的。好了，我拖到春现在这样的，终于凉快了。我已经快不行了。但这样的话，我的包里面全都是我自己的装备。对啊。对啊，有一只蜘蛛僵尸。看着呢。热的都走不动了。我是多少度啊？我才80几度，这边温度高，温度真的很高。铁箭头弹，好热。哦，我好热，好热，好热，我真的好热。啊，终于找到一个蛋，热到不行，热到爆炸。你们现在我还得再脱，鞋子也脱了。我一直在脱啊，我都脱得快裸了，我靠！啊，112华氏度，啊！我加他了，我都脱得快裸了，我靠！真的是，还要怎么脱啊？哇，听到有人在楼上拆东西。啊，三个小米加步枪的图纸。学，我都搜了一大堆了，我身上都是枪，我感觉是。鸟窝。好想分解掉呀，我靠，真的是这些手枪我真想分解掉，但是我们没法拆它，有点烦。好，终于开始降温了。好，一个没有名字的人已经跑到离我三个人很远的地方了。啊，没有名字的人，斯雷亚去找你吧。我也快搜不动了。对啊，快没地儿了，主要是背包满了。去警察局吧，还是市政厅啊？不知道，感觉搜搜差不多就可以回家了。嗯，看到达达在里边了，得拆保险柜。啊哈，有蜘蛛僵尸的声音，周围有好多僵尸。啊，你走吧。哦，吓我一跳。我感觉我刚才还不如直接组把枪了，还把东西给扔了。哦，大胖子，你要干嘛？我燃烧僵尸。给我留一只 Spider-Man 呢。没事，倒了，他倒了，因为我们射杀了他。哎，捡不下了。那边有僵尸过来了吗？啊，谁被发现了、嗯、好，可以走了，回去了，撤退。反正拿不动了，剩的东西太多，以后再来嘛。嗯，走吧，回家。回家。横穿大马路会不会被制裁啊？哇！身上放好几盒是自己装备，我靠，真坑！赶紧做铁装吧。哎，滚！汪汪汪！哪儿的？我这。没有来吧，我来。一说汪汪，吓得我赶紧不动了。走。人呢？别爬了，行不行？不知道，后面人呢？
对啊，走啊。来了呀，在这儿啊。有狗，我在前面开路吧，没关系。我身上的枪械还是有点足的。油桶你们有拿吗？加油站没有。看到过油桶，只拿了油。油、汽油罐我倒是。军服有。有东西吐。差点吐了。哪儿呢？好，回来。从小屋里出来的。呜、哦。军服还是要的。给我留一枪子儿。不能让他自爆，不能让他自爆。啊，算了。还没死。还没死。哎，爆了，爆了，哎，爆了，哎。打断，可以打断他，可以打断他。他要自爆，你可以打断他。打头。你后面那么多僵尸，哎，我被卡住了，我被吸住了。啊，没东西。好多僵尸啊，后面。快走！不要打。走吧。跑！太多了。又有只军匪啊！打不完，打不完。不是胖子。小护士。哎，不要管小护士了。打不完的这个。狗！咖啡。哪里有狗？后面还有一只。看到了。啊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先你这。再跑，先跑。后面那么多狗都打死了，狗都打死了。哎，这旁边是个什么店啊？呀 ，Home Cooking。喝咖啡，走人。不是咖啡，这个。这个。Shotgun。看一眼了。枪店。武器店。能量恢复了，关键是有没有格子啊？我靠，没格子，先回去吧，是吧？没格子，走了呀，走吧，没格子了，实在拿不下了。僵尸有点多，往哪边走？军肥的话还是可以拿一下，就往那个床的方向走啊。啊，注意啊，注意绕啊，不要打，绕就可以了，不要练战，能跑就跑。这边好像还是有一个什么店，加油站，嗯，感觉可以稍微拿两个油桶走。你们有油桶吗？没有油桶，不是那个大油桶。我有格子。啊，那我搜这个小油桶，你把那个大油桶捡了。啊，这个小油桶的油罐里还有点东西。哦，搜两个，走了。走了，不要打了。你好，哎呦，延缓一下它的速度。我有六瓶油啊。但把这银行，我觉得需要把这个地方稍微标记一下。你标呗，你标。回头再来就是了，这城市我们肯定还要再来的。后面有蜘蛛僵尸，快跑！不要管走行，不用管。我们跑的绝对快。还好我上的人是跑的比僵尸白天还是跑的快多了的。对的。这是另一个这个工具店，对，没来过的。没来过。我们从下面绕过来的。到时候还要来。看你们走路都是蹦一蹦。哎。蹦！而且是浮空的。对。呀，我竟然跑不动。我也跑不动了，我刚刚喝了一口东西。我也是。那怪你们没有喝咖啡。我去，这边有点远啊，离我们家。五个。谁能做子弹啊？霰弹枪的子弹啊？把这个纸用一下。好多啊！我看一下霰弹枪需要怎么点。哎，纸都满了。螺旋刀片。霰弹枪的那个，我这刚才我没子弹用完了。是这个东西吗？我看一眼啊。有啊，还有子弹啊，在那个下边这一排还有五十多发。supply 里边。不对，应该是。哦，我解锁了。啊哈。油放在哪里啊？油的话，就是我们找那个汽油嘛。油的话在右下角啊。啊，这个铁头盔帽子，它的形容就是给一个很好的防护，然后并不能保暖，它只是说不能保暖。你看它有个数据。你放到箱子里，我看一下。来看看啊。
那个 fire waterproof fire fire 出钱，我给你放在医疗箱里面，你看一下吧。医疗箱，哦，300可以。哦，点五的温度啊，可以的呀，减五的温度呀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做吧。啊，一人一套，不要说了，一套不要说了。你能做多少就做多少，反正全做一套，能做哪几件就做哪几件。哦，行。僵尸哪儿呢？烧断铁吧，是因为太热的声音啊。嗯，烧吧，我再烧。太热了，能做哪几件分子？嗯，我来看看啊。头盔、手、头盔、护腿。手、头盔、护腿，行。对，只有这三样可以做。啊，那应该是喘气声，我会把喘气声听成僵尸的。布料碎片。有皮吧？有没有皮？哦，你不是一直有吗？没了，用光了？不至于吧？我需要鞣制皮革。要拆沙发去了。真的没看鞣制皮革。然后拿点蛋。迷彩网。我要看一下炉子。The building a song, fire, fire. 那个东西在哪做的呀？什么？对，你那个扳手有吗？哦、oh, ，no。好吧，速高王回来了。可以，我靠，400。你觉得你的身体回暖了？明明是在降温，他跟我说回暖了。差不多。哦，再来两件这个铁装，基本上就下来就回暖了，温度什么就不会再那啥了，就不会再愁了。你再加那铝，哎呦，这个头。啊，这里是加温度，远一点。我准备开始做那个现代恰子弹。嗯，做吧，多做一点。嗯。然后说，让他慢慢，先让他慢慢熔铝吧。看看方桥还缺挺多零件的，算走出来。嗯，不过我可以给这些霰弹枪换一换零件。还有什么？不过我觉得电钻今天就去整个城里边慢慢拆车，应该是整个小镇里边慢慢拆车。没看到我学的电钻吗？那电钻也是要用那个学的点数学的。电钻它，就是合成，也是用零件合出来的。它需要一些东西，不只是刚才那个链锯带回来了没有？带回来了。有一个箱子里的。在我身上。啊，收起来了，应该快齐了。那个差一个零，应该差一个那个零件就可以做那个电钻电锯了。电钻那是我学了，不知道在哪里，没看到。哎呦，跟枪一样，是按零件合成的，不是在那个合成栏里合成的，而且现在材料也不够，你现在还缺一个电钻的那个零件。电钻有那个钻头。对啊，那我只有一个钻头，做一波，还缺好多。钻头还拿回来一个，放哪了？在那个右上角。需要电钻零件、小引擎、把手。对啊，锻铁啊。我帮你做一点啊。没锻铁，我怎么做衣服呀？要多少个锻铁啊？反正越多越好。需要电钻零件。我身上只有5个。电钻零件是要捡吗？鞣制皮革我也需要，鞣制皮革我现在身上有，倒是有150个，暂时不需要。哦，电钻零件。反正看到猎物还是给我杀吧，努力杀。好的。